不够彻底的了解，所以牺牲了长期讲能量原子弹，长期跟广岛按能量拢几十万人的命无去，所以日本人爱反省反省。伊记得啦，日本吼，迄、那个美国要把原子弹丢下去的时候，咱即摆去原子弹爆炸馆吼，没有吼？他原子弹要丢下去以前，伊先伊得了原子弹吼，伊要丢下去以前，伊先叫迄、那个日本方面的关心人下跪，和日本政府就丢掉啊，和日本政府讲，我已经发现我已经有原子弹。瞬间可以让你们国家毁灭，所以请你赶紧通知你的军方、你的政府赶投降。好、哦，结果日本人吼、哦，迄阵啊，天皇啊，甲军中要参详的时候，接到这个时阵吼，无再有人回应，所以用 no comment 这句话来回答。什么叫做 no comment？这句话有一句，有一个解释，不予置评，好不好？啊，第二个是随便你嘛，凊彩你嘛。其实日本人当时的意思是说，我需要时间，我需要内部协调。你知道，我是军方啊，一个方的一边来的派系，我需要时间，我这阵啊无法度好甲你回答。所以你看差偌济，一句话，一个翻译，一个国家几十万人的命，全都无去。但是我看到讲日本人伫遮，伊的结论是讲，叫日本人下一代好好的学英文，未来是一个国际时代，彻底的反省。好、哦，我感觉有反省他的错。承认当时日本人吼，这那个教科书我要讲的，过几课，小学四年级的课，有一课叫做啥？百战百胜，必定亡国。哎，各位听清楚哈，因为咱伫台湾的教育是讲哈，中华民国世界最伟大的、最强的第一大物国，啊，拢听这。那我们百战百胜，必定亡国，这款讲法，所以得我呢来看下。伊讲吼，日本一个小小国家，一百年以来发生两届、三届战争，拢在大国。第一届是日俄战争，召唤俄国去战争，搁战赢。搁第二届日清战争，去小小一个国家战到大陆去，败赢。说袂记你家己的实力。所以第三代，因为安尼才好闹，刚走到美国去甲弄珍珠港，已经忘掉了百战百胜，说袂记哩反省，必定亡国。所以希望未来的下一代做事情，回想起日本的反省精神。哎，我感觉讲，哎，这民族。后摆又站起来，好，迄阵得意得真强啊！我读书的时阵，但是我觉得，刚好这个反省力，这个国家未来在地球上有它有伊的影响力的，对吧？那一个人啦，做唔对，做还拢话紧，有迄个反省力才有能力，好、哦。啊，我去德国的时阵，哦，德国的迄个，因为我真是好。哦访问德国的农业部长，农业部，所以外口我一个白啊，真奇怪，啥讲？古罗马帝国的衰亡开始于农民离开了他的土地，农民那里哦，吼，罗马帝国，这大这大的帝国，地球上上强的国家，啥来倒？农民离开伊的土地就倒。生存基础无，啊，甲土地的关系无去。啊，我看到迄个，我走入去甲德国的迄个农业部，就会到迄个去甲问，我讲嘿，拜托嘞，
我祖先只讲看到迄标语，你知道反共抗俄吼，什么官都出变不清，我拢看过。啊，我是查迄个白鸭跟我啥关系？拜托你，作为一个德国的农业部长，请你跟我讲，这个白鸭跟你啥关系？跟你政府的之前，跟你的迄个农民啥物关系？伊甲我讲。伊摕一支个小小的一支个双人牌剪刀，你知无？我讲ladies， 你问得很好。这个小小牌的剪刀吼，或者双人牌剪刀，这个吼一支25块美金呢。我讲咱加咱加起加加嘞，德国个工业技术就好个，加加嘞吼，一支就赚了12块美金，你知道？啊，我讲嘞吼，加德国人过来加这工业啦。真紧，就赚了足侪钱诶！比一个农民，伊带我去农，伊是农业部长，内阁，伊带我去看一个农民，一家伙，六个人吼，六七个，啊，种差不多12届葡萄。伊甲讲，这农民种12届葡萄，三年诶收入，无一支双人牌剪刀诶利润啦。因为德国个迄阵啊，甲大陆同，甲咱即马同款，物件拢迄个捷克啦，有无？俗个迄个隔壁个过去个嘛，啊东欧遐俗俗个。所以我讲，阮有去想着讲，今仔日德国人无去注重农民，注重伊家己个人民吼个土地，甲自然恁头头咧讲个森林。伊讲，我有去想啦。是安怎一个小小的欧洲边仔一个小小的德国吼，两届世界大战拢德国人发起的，是不是？两届哦，所以讲我即摆若无彻底的检讨吼，我想第三届世界大战嘛是德国人发起的，啊那安尼子孙就灭亡了，所以要做彻底的检讨。我才发现是安怎两个。战败国会变成世界强国，啊，反而战胜国一个都弄到底，哇！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的英国、法国、俄国啊，哇，一个，为什么？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啦。主人，我主宰起来，听到今晚，听到在讲话，我感觉讲，真侪人。咱拢知影国民党偌恶极啦，吼啊，偌歹，安怎？真侪人无去想讲国民党足厉害的人的所在，厉害啦！咱台湾人过100年嘛无在条想出来，不是下款技术吼。我讲一个就好，阮何瑞伫台湾住35年，伊讲吼上厉害也是恁台湾这个。教育部还是政府一定有一个专门有一群人在设计50天，予你台湾的囡仔、大人规家伙拢拼到要死，读英语读死，无人会晓。一定有方法，设计予恁吼，迄囡仔拢去补习，哦啊，大人金流干钱拢摕去叫囡仔补习加教安尼拼。哪有可能？哪有人在设计予家己的国民英语读袂晓的？哪有人安尼？伊甲我讲吼，你想啦，因为我来台湾35年，我甲梁实秋吼，你知影？啊，甲赵立廉去陪一群人一起讨论台湾的英语吼啊教育要安怎才会予世界接轨？伊甲我讲，这两个人目屎拢流出来，甲我讲。何瑞恩啊，你这个年轻人吼，你才讲20几岁，拜托你来台湾。阮吼拢已经讲30年、40年，都好，阮头壳拢白去啊。我问讲，啊，是安怎安尼设计个，咱读袂晓做啥？伊讲吼，伊住35年，伊才发现台湾人吼，愈来愈经济好嘛吼，啊，读英语人愈来愈侪，啊，迄个啥，电脑发达，录音带发达，英语教材愈侪。啊，英语一个，愈来愈歹。吼，伊讲这找到一款听到英语
迄个迄款水准的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歹。诶，我唔讲啊，安尼是要创啥？啥款会当安尼？互设计互家己个国民，英语拢读袂好，有啥物好处？伊讲唔是啦，第一吼，恁拢从迄马英九啦、胡志强啦、蔡水啊，因遐人拢伊个主题拢啥物外国嘛？啊，转来变诶，胡志强伫外国吼，因变精英嘛，伫外国当合十单单当当做腰背啊，转来阁有公务员资历对无？是不是？啊，恁大家人，你著读袂晓嘛？你外国我互通济啊，啊，人因个人著通济你吼，就是人著晓嘛。所以讲，诶、欸，所以伊摕足济足济证据甲我讲，我是要相信。我本来不爱相信，吼、哦，我爱相信讲是安怎，大家人头脑无啦，无变安怎歹。伊讲，伊用这吼、個，伊去足济买啦，用即款无需要个物件，可予你大家人去头壳破去，吼、哦。啊、我讲啥物款物件无出来，我搞到 KK 目标，互你安尼唔敢讲 A 号才对，还是 R 号才对，互你安大家行得起起做，吼、哦！你讲一个都唔对去安尼。哎、啊，我阿公，哼，过来咧，嘿，考有，甲你考试吼，考个重音有无 ？American， 多一支叫做重音有无？迄、那个 accent， 我这样考美国人，我甲你扒落去，你咧考人参政人，还是都市人吧？你考人南方人，那是北方人 ，American。都会通就好啊！伊就用迄款无路用的物件，甲你加入，互你安尼行到去时阵，互你安怎读都袂晓，嘿，甲你限制。好，我讲我讲，好，这讲讲咱这真厉害，我吼得要想着。过来，我伫大学读书，教册的时阵吼，我捌阮校一个教授张文清，伫训练全国的公务员批公文。全国公务员人事行政局，什么人要做部长，什么人要做什么长的，爱伊同意，总统提名爱同意。所以，伊是甲迄、那个两蒋吼，啊甲伊个时代，伊讲伊时代，即马可能伊人过身差不多十五六十啊，伊过身是88岁，啊，迄阵我那时吼，我嘛十几单嘛。是因为当初爱伊一个老伙仔，啊，所以迄教育部拿迄国家剧院上好的票，你知无？吼、哦，迄票啊 ，VIP 的票上头前个伊都一个人买看，啊，就招我讲，哎、欸，就去好，啊，就看我讲，啊，你要来参看无？啊，我就带去，去国家剧院看，吼、哦，歌剧啊，好啦，评剧啊，好啊呢，结果。伊就阿讲，你到我来看戏吼，坐头前遐，你莫学袂甲人打招呼哦。我重要吗？是安怎？伊讲坐在那边的不是郝柏村的太太，就是孙运璇的太太，吼、哦，那些都是。那我说，那为什么不可以打招呼？又不是啊，不是这种人，就是他们家的佣人啊，拢因家的司机啦，吼、哦，还是请的。所以你跟人打招呼，人当然都歹势，哇，人都无人知。所以若有需要，我会甲你介绍；，啊，若无，你莫打招呼啊。好，有耳头看到我出来，咱点点。对嘞，哎，就点点做伙，啊，食食饭啊，还是聊。我就因为伊较侪岁，较老啊，吼。啊，人，你知影都85、86岁啊，啊，佫是迄、那个。啊，我即摆啊，我咧开英语补习班。啊，一讲就去用接到迄个公文，勒令，吼、哦，勒令断水断电的，我都勒令你安怎安怎一堆啦吼、哦。我就来讲，叫徐教授，我接到这款公文吼、哦，啊，要安怎？拿来我看看。好、哦，我说啊，公文我念给你听了。他说不行啊，那个听哈、哦、没有用了，你拿来我看啦。哦，啊，我就赶紧哈。提你目屎到政大，哎，宿迄个校长宿舍，迄个教授宿舍，伊我呢接到个公文，提予看，看看就甲我讲，哎，这个吼、哦、应付一下，甲你哈惯嘞，哈哈的啦，这不要处理啦。我哎呦，我要甲我断水电，你要甲我安怎安怎？
我这种的吼，这种是假的啦，这个口唬唬你的啦，不理他啦。好，啊，若有当时十张、七八张，摕一两张去，哦，伊讲这张要处理哦。我看啊，恁哎，我徐叔叔，恁唔甲我讲这公文倒一倒一，我都甲对起拢同款啦。吼，哟，哎呀，你这个不可以，这个我讲你听听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了。我说、啊、是号码呢，还是哪里呢？哪个字呢？哦，我就在那边一直给他唱，然后这样子啦，台湾人学不会啦。好，我就一直在提讲，我讲徐校长，你们国民党哈、哦，你们国民党怎么，规天在那里冤家啦，哦，对啊，在吃饭的时候在吵一吵呢，跟着他讲，我一天我跟他讲吼，哎。因为伊伫大学，伊根本真伫大学叫我教授，啊，若出来伊就甲我讲，小妞啊，好，啊，小妞，等你讲，你看拄在报电视，啊，电视拄报啊，变出来，吼、哦，个什么民进党啊，创啥呢？又甲我讲，哎、欸，小妞，我这个年纪的啦，我还是要跟你讲实话啦，你们台湾人吼、哦，最喜欢这种。这个人哦，现在是立法委员，我看哦，你们台湾人最后都会选这个人，会爬到最高呢。这个人，可是我告诉你哦，他会把你们台湾人带到地狱去，他会把你台湾人的所有希望都破灭。吼、哦，我讲我派的许教授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我都规工都要干差，没干样哈。你讲，哎呀，我讲你听听啦，我年纪也大了，我都不爱搁干茶，所以两届阿变选举，我拢去甲阮家台中遐个同学、亲戚、朋友去募款，为台中甲丰原遐个鱼啊，啊募一寡，去募款，款支持啦，啊我今日面拢也无咯，吼、哦，因为我来等你台中。我唔敢跟你代表，因为现在兄弟姐妹拢会骂我嘛。哎、欸，叫阮捐钱，你来收钱，啊，你甲阮收收咧，拢即马摕去送你外国，还要歹势个。啊，我一直在想讲，国民党要这种人才，这么会看人，那厉害，他喜欢听懂，因为伊做一个政府的迄、那个，政府的人品会总会会。这个公务员会用你做什么话的时阵吼，伊的迄个客观的迄个评论对你蒋介石啊，对哎呀是啥公务员吼，公务员值得参考哦，国民党栽培这种人人才哦，咱真正爱讲，咱台湾人无时都栽培哦，我是一对面咧甲看，哎，有一届，伊就甲我讲讲哎。但这个通常总统提名什么人吼，啊，我都尽量拢好过啦。不过这届，我讲我都唔捌讲诶，不过这届我无讲几句也未使咧。我安怎？哟，哎，这总统吼，我这届讲提名徐立德做财政部长啦。讲哇，伊讲啊，我都唔敢呛话，我怎啊甲政治局讲啦？讲，哎，徐立德这个人吼。有才华，对不对？不过爱吃爱玩，啊，爱吃爱玩都嗨呀、啊。对人多，那个蔡成南跟中兴大学同班同学，啊，一个在行政院做，哈、啊，一个在对面来来饭店，哦，啊，一个开饭店，哈、哦，啊，一个做那个，啊，一个爱吃，一个爱玩，一个多提供，啊，这款后摆出代志啦。伊讲，我安尼讲。但是边上就足侪人在附和讲：“哎呀，总不能说人家有这个，人家这个同学，哈、哦，大学同学是开饭店，人家就不能当什么财政部长。”所以我就没有讲话了啦。要不然咱台湾呢，第一个金融风暴哇，实信呐、啊、都安出来，所以金国先生来改道歉，哈、哦，对不起，你讲的话我无跟你讲，哈、哦。那时候没判断那个水导员给他出什么代价，有
他们内部里面有这种对今天这两天我在他们内部真的有人才的培养、那个、对人的那个应付人才不行。今天早上听着蔡吉元哈跟总理在讲，我看人是不是有智慧啦，有啥物会啦，哎，这边前哭啥，后哭啥，其实吼，我出来就我就想讲，哎呦，咱这边嘛开始啊，好，咱的干部训练有需要，因为我伫咧看讲，哎，因伫想着讲，因的迄个训，这个教育内底以后真正用到一款人才啦，真正是有人的迄个时阵，咱真正会无人。不是一面的否认，哈，这是我经验上啦。民国34年，哈，我妈妈大巴肚，啊，为家人坐船到上海去找我妈妈，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在三井，对吧？派去上海，就那派去上海，所以大巴要去看伊，迄个我炸一堆面，甜的要我爸爸讲，结果落码头。一台迄个人力车吼，得个头，那个花伫倒位安尼，啊，人力车得个载去，啊，我带你去，哎，台人力车吼，安尼塞塞塞上海，啊，沿路教我妈妈一句台湾话，啊，台湾人都未晓，想啊台，想啊上海人大家都会晓，迄句话叫啥？嘿，车夫呢，三，人力车的迄车夫呢，教我妈妈台湾人呢，佮伊讲。有钱上海，无钱上海。嘿，民国34年，我妈妈讲，我伫台湾毋捌听过。哈，嘿，民国34年哦，台湾人我袂晓讲这句台湾话。好，有钱上海，无钱上海。讲这句话，台湾话才听，才讲会通。我妈妈讲，到上海去学着这句台湾话，伫台湾毋捌听。所以呢，到位哈，我爸爸边哎嘛，小学生时那个大巴肚，结果到我爸爸这边碰塞塞，准到位，两点钟我你走去都死哈。因为啥？三千五哈，甲谁谁谁谁谁谁谁有钱上海，无钱上海，要甲谁谁谁两点外钟，我爸爸伫门口等到要气死，带对面来，哇，码头到。到迄个鬼怕无啊，无在条惊，查某人哇，爸爸都当然所以都见面第一面的碰塞塞嘛，哈，都叫我妈妈，所以妈妈一到伊就感觉都大不够够寒暄你，啊，想要好久没看到的先生，要煮一个啥好食，啊，就安尼哄妈，哈，啊，就啊再讲啥嘞？第二天，我妈妈哈。菜哪干嘞？就讲啊，我紧来买一挂菜，啊，加煮一挂台湾菜给妈妈啊，我爸爸吃。结果嘞，妈妈菜那个啥，皮包提嘞，菜哪干嘞？要出门，阿头跑出来，丫头追出来，少奶奶，少奶奶哪儿去了？哈、哦，我妈妈讲买菜呀、啊。那个丫头讲，少奶奶。卖不得！妈妈讲，我有菜篮，我有钱包，这么卖不得。你只要告诉我菜市在里头，我都来买啊。卖不得！少奶奶卖不得。我妈妈觉得奇怪，所以菜哪干的，皮包提来就惊你怎？你搞到菜市在里头，就惊就到位啊，啥卖不得？去到菜市在里头怎讲？每一个人的。哪底拢有一支枪啊？伊甲你讲一斤有5元，所以伊甲你讲了，伊称了，你还阁称一摆。伊讲5斤，啊，你还阁称一摆，这真正5斤。啊，两个拢讲好，啊，才会使你扛落，钱才会使给伊。我啊，无早称下来。啊，所以变成讲钱吼，一杯钱才买到一束啊，人都看你无早称啊。就知道你是哈，我的，所以你们准备结束啊？我妈妈第二天就讲我骂一个，还要臭他哈。我爸爸就讲大家咯，哈，
连查某人连这一个菜都无摘着，哇！意思讲，当你今日是做这啥安尼啦？就不开心嘛，吼、哦！我靠，这样。第二天，好，炸一支青仔来菜市啊，好、哦，今仔买好好食。迄丫头就当尾怎样看？看我妈妈不好，吼、哦！安怎讲伊啦？迄牙青仔爱有姿势，你知无？所以我妈妈，人拢买偌济，伊就提啊青吼，哎、哦。牙签仔的姿势，咱隔壁人都看到啊，看到讲这款的外行的菜鸟啊，所以到后头人就甲你，有无？跪跪跪，食你够够够，你知道？所以第二天早签仔去也买无菜，哈、哦，一杯钱我买无人的三分之一的菜。第三天无法度带丫头去，知道吧？丫头啊，来啦，不是一起来啦，我要买什么你一起来，哇！丫头指定都是打回扣，哈，所以迄当时我妈妈发现讲，哎、欸，即咱伫对台湾，咱即款诚实的社会，人甲人若无信赖，即、這个社会无可能发展。所以伊就甲我爸爸讲，甲恁公司讲啦，即上个上海分部。被撤退啦，然后然后然后来，好好好，我爸爸就一直气死伊吼。结果嘞，我妈妈无大伯伯吼，去上海就生阮哥哥。哎、欸，迄边仔人拢来，哎，边仔人拢来，对，上礼拜个，少奶奶，少奶奶，恭喜你喽，生男孩子，以后做大官，发大财。哎、欸，我妈妈一想不对呢，这个逻辑不通呢，做大官怎么发大财？做大事业才会发大财呀、啊，怎么做大官发大财呢？我妈妈这个时候那个咱台湾人的个性，这个逻辑不通嘛。可是第一边三千当中安尼来，好、哦，千官吃三台湾。拢无贪污，三代拢免迄落的嘛。所以那个时候，迄个时阵，这就是为什么我妈妈从上海回来，撤退回来台湾以后，真认真研究台湾文化，写真侪台湾的诗，写真侪台湾的歌，所以写到变甲级流氓。嗨，甲级列管，好、哦，我一个会受一个承受一个白色恐怖原来。我阿公在死的时阵吼、哦，有一张遗书。哎、欸，拜托嘞吼，咱一般人的遗书拢写啥？我财产要安怎分对无？唔是啦，我阿公讲，甲你写一张安尼遗书啦。伊吼、哦、用一世人来证明。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撤退来台湾以前，台湾无迄两支安尼啦。为什么你知道？古早咱讲做啥？登山有人去登山，啊，怎写批来？啊，台湾足侪人拢唔捌字嘛，啊，就掠掠鹅啊、掠鸡啊，吼、哦，来找汉乌啊先嘛，吼、哦，讲拜托拜托，甲阮看，阮什么人写这张批来？啊，什么意思？对不？我若讲讲做汉乌啊先。一世人上见笑，人搬山搬的过岭来到台湾，来到厝里，掠个鸽仔啊来，阮阿公看无迄两字，见笑死，当即这两字啥啥物意思？所以阮阿公所谓康熙字典到，就是总督府甲台湾所有的字典拢找过，证明无这两字，台湾以前一个。那两字啥？阿拉写的啥？卡油，有无？迄个手提旁，有无？啊，搁一个接，有无？卡油哟，卡油哟，国语阿拉读卡油嘛，卡油嘛，嘿，迄字吼，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来台湾以前，无迄两字。所以，因伫大陆有迄款，有迄款风俗，有迄种迄个，所以有迄款文化。啊，我若讲感觉一世人上见笑、上见笑是这项代志。所以遗书吼，就写讲
伊甲四条要证明，无迄两字啦。台湾的文化内底，因四十多年无迄吼，今仔都伫阮兜。这个哈，嘿，对于一个你看，对于一个汉人或者一个读书人，伊感觉这足大个侮辱吼。啊，人社会内，专门来问咱，咱搁听，搁无在遐讲，吼无啊，搁有迄个唔捌个字啦，人个会，唔捌这些啦，啊嘛无迄字字典，无迄两字啦，吼，所以嘿，各位看看。各位想一想，想看嘛吼，我因为即款家庭出身，吼，我的阿公为着两字会当吼写一个遗嘱，吼，伊哈，嘿，耿耿于怀，啊，安尼晚年规十年都感觉咧查字典，哈哈哈，安尼吼，我的妈妈要过身前甲我讲。后摆啊，不管什么时代，吼，咱台湾人未使失去一个人甲人中间的互相信任，迄是咱的文化，咱人甲人的情。爱常来甲我，我若带大学生吼去阮家，啊是我的同学，我妈妈就讲，咱吼，恁这人拢是台湾的文化的败家子。我妈呀，吼，我妈妈人客呢，恁来安尼啦。好、哦，用台湾文化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精致文化。好、哦，咱受到移民政策，大人讲吼，迄、哦那个讲北京话拢较高贵，啊，迄、那个台湾话拢粗鲁。我自细汉透早起床吼、哦，要起床啊，要上学。都听到阮阿嬷在后边骂，你吼，这老鼠，这老鼠，阿嬷出去吃你嘛分无？好，那加一个押韵，吼，恁骂你对吧？阿嬷哦，在后边，加一个押韵。阿囡仔在冤家，冤来冤去，冤家哦，冤到要迄落，啊，我甲阮妹妹冤家吼，啊，两个都我扭来扭去，啊，阮阿嬷就要举一支锤仔来啊，吼，啊，就举一支锤仔来，啊，阮两个要打。我就甲讲，阿嬷，伊安怎拄安怎，啊，伊安怎拄安怎嘛。啊，阮阿嬷就一条一条定罪，你知无？听清楚，民事法庭吼，就开始了，吼。啊，了就甲讲，你吼，讲叫的唔讲叫，关心唔放叫，吼，啊，就叫你去边仔念，念到你知影，你唔对伫倒。啊，讲叫啊，无你的代啊，吼，啊，做错了没有？因他说啊，叫做了不适任的事嘛，你无迄个留做这代志嘛，吼、哦，然后我就起来讲，啊是安尼吼，我就待遐待念啦，跟丢啊，唔跟丢，吼，这什么意思？我头个做什么代志啊？我一方面嘛，就安尼，都是眼睛一直在瞪着我妹妹，嫌她伊无代志，吼、哦，怎么只处罚我？哦，阿嬷呢？都上起来夹，阮小妹叫伊听，吼。叫伊听，啊，来听伊讲讲嘞。阿妈扫街个滴个，你吼耳仔煮面线，个个甜啦，搞在一起吼、哦，不可以搞在一起的是这样子吼。啊，好，阮妹妹嘛去伫条仔遐背，你背好，阿爸即款做你袂使烦吼。可我伫个陈真个时阵，我细汉来钓陈真，我怎么发现我伫陈真个囡仔在冤家，阮阿妈民事法庭随开。哦，我阿妈，咱台湾人迄类啊，他一寡足侪一寡咱台湾的精神、台湾的文化，吼、哦，都在心里面。有咱的文化，有咱的吼，迄、哦那个细腻的所在。所以，我妈妈甲我讲，虽然一世人，吼、哦，食一流氓列管，啊，你都爱跟你讲，咱是受着，吼、哦，台湾咱有一讲。以及咱的台湾文化、台湾人的尊严，是上界重要的代志。好、哦，最后我讲一句话：我古早伫日本亚细亚航空公司上班，我咧管飞机上的服务人员，一半台湾人，一半日本人。啊，我安尼不整年，我要艰苦是因为
两边的人，台湾人领台湾人的薪水，日本人领日本人的薪水，永远袂合，因为日本人都领较济，啊，出来领较少，定安尼吵。有一天，搞主门我妈上，问我一句话，啊，恁公司讲，规定讲一定要台湾人甲日本人，对呢？我公司的规定甲看卖，无啊。好，我下回连去甲你囥个两个菲律宾人，空中小姐对，这两个拢调皮，你知我即摆飞机拢安安静静，真好，哈。你知道，我用菲律宾的小姐来混的日文、英文都比都比较紧啦。我下回你只要放两个菲律宾人下去哈，菲律宾人的待遇台湾人的四分之一，啊，伊讲个哎，所以我给你看，你若不乖，恁只个。人不过开会要我安尼讲安怎，我规条飞机拢会当用菲律宾人，怎安怎？规公司拢通知到最好诶，哈！瑞航公司甲我讲，我伫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解决这条问题。啊，我想想就是我同阿叔，哈，就问阿我上问我一句，我这么想想就说，跳脱传统的思考，哈，咱今仔台湾蓝绿对立，安尼呐，赶快呢！跳脱传统的思考，为第三种方法，像林博士讲的，好，唯一的一条路，真正爱行这条路。啊，过来就是讲，最后要讲一句话，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跟我讲，给我十个人，我可以把新加坡治好，好不好？十个人就好。日本上厉害，小泉内阁，好不好？战斗上厉害。伊讲，人讲恁阿最成功，一句话。一个神经病加九个傻瓜就是成功。各位在座的各位，好，咱想想看，咱要成功，一个神经病加九个傻瓜就是成功。啊，咱这内底嘛几落个神经病，好，啊嘛有一挂傻瓜，啊，继续往这个模式来，我们大家说一次，来，一个神经病加九个傻瓜。等于成功，好，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是大家想想看，所有的成功模式，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好，福泽谕吉，好，以上八个人，上面这位 Big of you 哈，带刚贝朗、福泽谕吉应当会客厅，所以庆应大学叫做庆应艺术大学。就是免费的私塾，艺术大学，去怀念他，引导的客厅教到贝朗八个人精英，然后带领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所以咱个想新加坡讲的也好，李光耀讲的也好，小泉内阁讲也好，福泽谕吉讲赶快，十个人其实就可以，只要团结就可以做出很大很大的力量。啊，咱今天的迄个以过未来，大家往外推展的时候，大概一比例哦。太多的聪明人，这边没有说要聪明哦。好，我们最后还是这句话：一个神经病，九个傻瓜等于成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神经病也好，傻瓜也好，继续，谢谢。咱大家再次用热烈掌声，多谢何太太。来，来，再一摆，起立。一生，敬礼，请坐。请坐。这讲话吼，一定爱讲清楚，讲清楚吼，大家才会了解，啊，大家才袂出错。我有一个疾病兄弟，叫做阿三啊，人飘忽搁搞屎，叫唔人甲介绍，太太吼，无一个成功的，介绍到尾，唔人嘛变伊人，才搞屎，无爱做你的生意啦，唔爱啦，好参详的啦，最后一届，好，我条件足简单，好，你先讲看嘛，第一。查某就好，第二百五百啊，啊就好啊，吼，唔通抱我一听讲，
哦，阿三妈，你这条件哦，无简单嘅。条件哪无简单？女性啊，啊，身高150啊，哪无简单？嗯，我甲你找看卖吼、哦，啊，拜托拜托，半个月哦，南博啊，消息来了，甲你找着啊，好、哦，真无简单找着啊。迄个什么必输不改，迄个女性150这哪有啥物？哪有啥物困难？搁找到半个月，哦，啊，就约伫西餐厅相亲。迄约的时阵吼，迄个啥物讲？阮遮高，即摆这毋通我介绍这个袂歹嘞吼，啊就。啊，那我阿哥讲，阿三，阿三，请看，请看，阿三讲 OK， 阿龙讲 OK 哦，好，哎，女方先离开，啊，男方哦，你下礼拜再，哦，再来提亲来，好好好，啊，女方就徛起来都袂离开啊，都惊两波人咧，阿三讲，等一下，什么？你搁跳高啊？无啦，啊那会，那会安尼，那会安尼，讲安怎？嗯，那会安尼，那会安尼。哦，哎，你两番话哦，你讲第一女性对无？这是不是女性对无？啊，你讲160对无？800对无？800，啊靠腰啊！我给你找半个月才找着，啊你搁甲我拍笑，啊我这死阿三妈，人跳舞搁搞赛，绝对歹到是你。啊，所以吼、哦，话一定要讲清楚。150是两脚边长150，啊无就两脚边长160，唔是迄个150啦哈，哦，有好笑无？啊，不如拍鼓啊！啊喏，哦，啊过来吼、哦，我跟你讲，咱今日所来受的同志吼，大家不但吼爱唱一家伙啊，我咱做戏人就是看有咱的老爸迄辈。哦，安那吼，比咱较侪个，像咱个阿兄，有诶大姐啊，有诶小妹吼，啊，大家咱大家庭，大家吼爱和气融融，啊，大家爱团结奋斗。我甲你讲吼，咱第一届即个法律建国学院吼，是上亮个上轻松，因为咱即足侪规矩甲制度吼，拢啊袂建立，啊，咱个人才呢嘛袂发掘出来，愈后壁个吼，愈严哦。本来我昨昏甲秘书长建议讲吼，昨暗开始就徛卫兵啊啦。哦，我秘书长讲，哇、哦，即落天啊徛卫兵吼，徛咧10点、12点、2点，到2点、4点了，就叫到夜所去啦。哦，然后做贵宾的诶男士朋友吼，啊，咱的同志你着听啦吼。上艰苦就是徛咧12点到2点，啊，2点到4点这两班哦，上无人要徛啦。头前睏一半，啊，起来徛，啊，零四四，啊。徛了搁倒落去，无一定睏会去啊吼！啊，明仔载无闲兼事情嘛吼！啊，所以呢，来秘书长，哎、欸，唔好咧，即落天搁稍稍啊吼，搁遮冷吼，会避免啦。我好，啊要后届，啊，即摆来后届吼，啊搁啥物呢？透早吼，咱干部领着遮咱遮所有学员吼，爱走山路呢，吼、哦，后摆3000公尺呢，吼、哦，啊所以恁吼上好运。哦，啊，搁上快乐啦！吼、哦，啊，我即摆来讲吼，咱伫遮受训，爱练到啥物程度咧？练到有默契，要有默契啊！啊，你吼，比如讲，我甲这这位先生，咱后摆练到咱家己兄弟吼，目睭小了就知影要创啥，话拢免讲，就迄个默契就有啊。我再过来讲一个吼，同款阮迄个这八小弟啊，阿三啊。幼稚园吼真歹运，都毋知影哪拢袂顺啊！啊，年年尾的时吼，去请教生的啦，啊生的啦，你嘛甲我看卖，你是安怎我今年拢袂顺安尼吼？你甲我看一下，啊生的就甲算算算啊，不要紧，我甲你化解。你今年正月初一咯，透早依照你八字，照你的心情哦。你7点到9点，早起哦，7点到9点，找一个朋友，名哦，叫做发财啊、进财啊、吼、哦、添财拢好啦，只要甲财有关的吼、哦，这朋友你叫正月初透早7点到9点来恁家，啊来的时吼、哦，一定来饲电灯嘛，对无？啊，你莫甲随甲开哦，你着甲问讲，你啥人？啊，伊绝对讲我啥人嘛吼。哦我进来啦，我添财啦，我欢喜你
你就顺啊。哦，有影是，有影是，先念我来，啊，钱给你，来走去，谢谢。结果呢，迄一暗吼，伊一个朋友最精彩啊，高比招三脚，都四脚跑，拍麻将，拍几暝，拍到早起三点啊。啊，明仔载先交代讲七点到九点，叫警察来。哦，伊讲，警察，稍等下刷了吼，明仔载去七点到九点就来阮家行村一下吼。三点转去就要睏啊，睏下点嘛中昼啊，你莫七点到九点去糟蹋我吼。拜托个啦，好心好人啊，你一定爱来，一定爱来，真大个代志啊，你吼，真重大个代志，拜托你。安尼呢，好啦，我免叫啦吼。我七点半到啊，即台啊到因家门口啊，叮咚叮咚，伫头仔门口看，啊，真是进台啦。先有交代，袂使随便开门吼。先头问讲，你啥人？你啥人？啊，就我啦，啥人？叮咚叮咚，你啥人？啊，就我啦。第三摆，叮咚叮咚。你色狼啦，你好心诶，你色狼，我咧爱你呀，爱你呀，哎呀，袂好势。先咧交代是讲，伊爱讲名出来进台，结果进台吼煞掠狂啊，昨拍到半暝才转去，无眠兼细事，你叫我七点到九点回来，啊，恁爸来，你讲甲我问东问西，无甲我开门，我陪我迄年正月初透早。佫伊个生辰八字迄个时啊，佫互进财啊，佮交这三年金哦，哎，连续三年，阮迄个即辈小弟啊，衰三年。啊，这对啥？这就是朋友中间无默契嘛，吼，无默契，啊，有默契就讲，你啥人？我进财啦，来家村啦，哦，迄年就红啊，对吧？啊，所以，我怎啊咧讲迄个？咱个同志嘛，练到这个情形个，练到有默契。你看吼，我跟你讲，把车车秒掉，就知影车人要创啥，吼、哦，然后，然后电瓶，落单落去，目睭秒，就甲进安尼吼，哦，安尼有这咱家己啊，目睭秒有这咱家己，袂使，哦，袂使点人吼，哎，咱就要练哪呢吼，啊，同款的，咱今个健康行业吼是真无简单，就是讲，像咱秘书长所讲的，但是一针五厘。拢捡起，无钱嘛？你知影咱绿色个团体，任何一个团体都欠钱。迄个党员上侪，有效党员十六七万人个民进党，伊都咧欠钱，伊都欠一块屎，讲无总无讲啦。今日咱有即个建国学院，大家会当伫遮来受训，拢是咱即个尤先生、阿布拉先生吼，啊，咱即个地志都先生，因两个人。真正劳心苦力，想尽一切办法，捡钱、捡钱、捡钱，硬来创起来。所以伫遮呢，咱甲因两位热热切切甲伊鼓励着无？多谢两位阿弟上哦。啊来，少年的你阿斗爷的。也较悬的吼。这个宝啊吼，这个宝啊，台湾人心头三分。第一分是百多年前马关条城仔人甲咱出的，第二是六十几年前二二八，因甲咱屠杀。第三就是即卖两两岸中国飞来啊，因无想要甲咱消灭，所以证明啊，中国人一直咧残害台湾人。中国人是咱的原住人，毋是同胞啦吼。中国是咱的敌国。嗯，是咱的祖国，对不对？歹势，啊，听，好，收起来，多谢两位。啊，但是吼，这掉一半了尔。这个波吼是小弟我吼，伫台北迄街头运动、抗争游行示威，拢摕咧教着群众。尾仔是接触到咱秘书长的理论了，我一恍然大悟，讲啊，我掉一半。哎，这支旗仔我唔敢放伊上，因为这支旗仔佫有一个作用伫，要让中国人看到歹势，要让中国人看到咱爱忏悔、爱反省，对不对？伊过去做遮尔啊多恶毒的代志，还
稍等你哈，因为稍等你，咱阁有现场口音哈，咱来解答你问题哦。因啊，过去对咱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代志，做这么多丧尽人性的代志，今日你要讲同意，无你嘛爱用爱来对待，敢是？对面的中国人用1600号飞机弹，这边的中国人，逐天甲咱抢，甲咱偷。最近啊，听见啊，高速公路后面开始要改安怎哩啦？变起来就算钱啊！免经费收费站，变起来你就台北甲山林保险变吼，免钱对，就台北桥无，变起来了你还算钱？迄证明啥？证明这中国飞动啊！着急啊！开始咧甲你抢钱啊！什么18%啥物物啊？一公里甲你抢！绿屏专案，迄、那个花博，迄拢在甲咱抢钱。绿屏专案，做落了路上不平啊！伊呐，伊有规定，若是100万以上的爱公开招标对无？伊甲切割挂到呐99万，拢免招标，拢用预计，预计99万的单平的安怎？19万做起来，80万的，像拄只咱迄个何太太讲。99万哦，19万就做起来哦，80万，大家公开来分。即中国非礼，安尼甲咱抢咱个台湾人，你会好未？阿姐，咱听你足实，但是歹势哦，咱来用另类思考，足欢喜个，是安怎欢喜？因为知影，伊知影伊个日子无久啊，对不对？是安怎无久啊？因为有一个 TCG 台湾民进党出现了啦，因为 TCG 是伫 USNG 下所产生的，即将来就是要取代即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恁讲对不对？对。所以，因会把你搞啊，因开始咧紧张啊，开始用抢的，看到安尼，咱作气作不住嘞，但伊咱嘛欢喜，伊知影伊寿命无久啊。讲着想命无久，我搁想着一个笑话啦吼。讲来来，罔笑。一阵爬山的啦吼，70几岁哦，伊山。啊，爬山山了，伊迄落土鸡仔城吼，迄山产店去食物件。一下去到伊，哇，迄间山产店生意真好，拢无啥位啦吼。啊，土鸡啊，啊是位啊，无啦，无阮要来走啊啦。啊，你小等一下，我看一下看。老板讲边仔这道，啊这道啦，迄道吼，拢80几岁，迄头家袂晓讲的讲，啊这道啦，这道搁食无偌久啊。迄道我你送我送哦，手插都甲银啦，嘿啦，我搁食无偌久，搁来就着你啦。所以。啊，我是搁吃无偌久啊，对不对？啊，咱呢，咱吃了足久的。OK， 咱话讲话顶头讲，这几十年来，台湾的建国运动是安怎无成功？各位，是安怎无成功？有人讲30-40年，有人讲50几年，主张讲50几年，按倒位算起？按廖文义的朴素，228被屠杀了后，这些精英都离开台湾，去到日本设一个台湾国民政府。廖文义先生，伊自称是台湾国的总统，哦，大家会记啦吼，也是讲有看到这段历史的人。按迄阵算起，是年代上久50-60年。啊，有个人是讲，啊，若本土倒来啊吼，是按美丽岛东华时代算到起嘛30-40年。好。不管50几年也好，30-40年也好，谁人到这当今还阁无成功？是咱2008年总统选举，予咱感觉不但无成功，阁倒退路，是安怎？小弟，我代表咱法律家国会去拜访历史的各山头、各大佬，包括台独联盟的赵东升，我嘛去也拜访。因为我甲伊辩论了，我甲伊讲，
足兴奋来讲，恁的大方向唔对咯，因为恁一开始要主张独立是唔对，台湾无统独的问题。各位，什么叫做统？咱今日讲统独，哦，这位先生伊逻辑上解清楚。什么叫做统？统确实是一个，无论什么原因跳到两个还是三个，即马要搁改为 union， 叫做统，敢是？什么叫做独？你有一个母体，有一个母国，你要脱离你的母体、母国，家己顶当代成人，要成为一个，这叫做独，对吧？咱台湾好，然后统独的问题，请你甲我讲，咱的母国是倒一个？对吧？有人中国人讲的绝对未成人嘛。你若要用咱头拄仔讲统独的定义啊，中国讲台湾是伊的，永远就未成人。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啥物？日本嘛，对不对？日本是先锋国啦，伊是放弃的主权。但是伊无收受过，无对象，无往我角度交往啥人，敢是？但是依照咱的论述，咱的主张，依照Richard 甲咱 Roger 啊、哦、何瑞先生甲林志生博士，因为研究啥？日本虽然放弃主权权利，但是呢开始还佫有主权义务，所以论真讲，严格讲，咱还佫是日本国。台北还阁是日本的领土。OK， 那讲到这点，可能一寡独派，哦，属所谓的遐独派，绿色的人可能就会甲咱骂，可能伊就误解，可能伊就不服。啊，咱呢无必要甲对抗这個，因为从基尾，咱的既定的脚步已经足清楚。三階段建國，第一階段成立自治政府，伊的正式的名稱叫做台灣民政府，這五字。第二階段是處置政權、行使政權，在咱大家有心推動之下，咱一屆又一屆訓練，咱先培養地方的人才，然後呢，接受政權了，咱來行使政權的時陣。咱台湾才顺利推动。那么经过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咱的社会太平，咱家家安和乐利，查甫有头路，查某有好家庭。那么整个社会国富民强的时阵呢，迄阵才来甲老大讲，哎、欸，美国老大哥，啊，阮进行了拢顺顺吼，咱是不是互阮来建国？OK， 李克森机来离开，美国总统来下一个正式的命令，因离开咱建国，对不对？拍鼓啊！所以呢，各位，恁是足幸运的，啊，恁也足有智慧的，吼、哦。啥个讲恁有智慧？会当看得准别人所无发现的，你就先。思考到这个理论出的成立，坚决拥护这个主张，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对着咱的领导人，甲行落去，这就是恁有智慧的所在啦。爱是安怎幸运？各位，所有在座的咱这个同志、先輩，我甲看惯的，足侪人是按古早党外的时阵，甲即卖。拢咧重视啥物？拢咧重视台湾这个运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哦，出钱出力，老气老官，不计其数啦。但是今仔咱坐咧这人诶，拢是上顺诶。这侪年来，咱无五人个汤，无五人个粒，对无？你有去民进党内底求做官无？无。所以理想朴素，理想单纯。恁的理念上好，恁的做人做事上彻底，所以我要讲，恁今日有幸会当来参加台湾民政府，身为台湾民政府的一员，而且呢，佫会当参加第一届法律建国迄个学院，老实讲，
恁未来拢是咱台湾人政府的基本干部啦。OK， 尊公，你感觉讲你的年纪大，无你嘛会使指引恁子孙。那、哦、咱是袂学迄迄帮妖魔鬼怪讲创个战士受田镇啦吼。但是哦，但是兄弟的，你今日付出，以后你都有收益。咱的政府若成立的时阵，优先照顾就是咱这批人。咱袂像讲有一个囡仔总统哦，我是看伊敢若囡仔吼。伊毋知影台湾人一票一票甲贴贴甲，互伊变总统。伊做总统了，人伊讲就讲，我要做全民的总统啊！啊，即摆，即摆伫土城，即摆转去桃园啊、旧山吼，拢总统关七百几工啊，七八百工啊。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啥？不了解，对无？伊那天安尼讲，伊那天安尼甲赵建明讲。哎呦，你咧砍头毛，唔该死我！迄台开的迄个蔡英文啊，迄是国民党的迄党官，吼、哦，迄党棍啊！啊，你敢甲伊食三斤呢？啊，当然伊乌窟窿，互你跳嘛！你为要害你都袂赴啊，搁请你食饭，吼、哦！所以你咧砍头毛，唔该死我！啊，咱论一个真，我讲，若要讲，要讲代志的源头啊！那恁这里也敢无人家砍头毛，毋知是哇？迄个国民党的大条仔脚，靠啉烧酒拍牌，安尼公共关系秘密做甲校长的人，那选举的时阵替国民党买票，伊家己嘛承认啦吼，伊伫电视顶也嘛家己承认。这款的人，你敢甲伊做真正？你敢叫伊自家？啊，你著第一步踏错啊嘛！你哪会使怪恁的囝？哦，叫伊怪恁的后代，敢是？哦。所以各位，恁大家拢是未来台湾民政的基本干部，恁爱家己珍惜家己，疼惜家己，安尼家己爱继续努力，充实家己。千万唔通想，唔通想讲咧，像有一回啦吼，咱美西大桥或者 PC 本来是叫做个人电脑啦吼，不过也是缩写 PC。伊倒来台湾，伊有邀请陈东山先生甲咱秘书长食饭，啊，七中八九个人，啊，陈东山先生敢若对咱有误解，所以其中讲的话呢，有一寡会甲咱质疑，有一寡甲咱亲近亲近，甚至啊讲，有淡薄仔酸葡萄的味道啦吼，伊摕咱迄本白皮书啦，内阁迄本白皮书啦。啊，当秘书长的面，甲讲，啊，恁这内阁拢大家拢讲讲款啊，你叫我来创啥吼？啊，我想想讲，啊，先摆，我进上，唔对咧，我讲你甲歹人倒摆讲，你甲顺势倒摆讲。原阮每一摆有重大开会，有重大活动，阮绝对特色的各山头的领导阶层，阮拢有邀请。但是恁无要来啊！恁无要来，甲阮怀疑，甲阮质问，甲阮打击，甲阮骂哦，甲阮气劲气怒。啊，恁无爱来，啊，若阮台湾民众，阮发你计讲话，阮有既定的脚步，甲既定的行程呢，阮敢会使等你？等到恁遮来，一个萝卜一个坑，拢占满了，在台湾这建国的列车才要开行，安尼永远嘛未成。但是咱也袂怪，因呐，这是人性。这人才，天下间台湾人人才一多，但这人才，伊即卖会观望吗？恁这 TCG 到底做假做假？到底恁做会成未？到底美国政府有真正要听恁无？伊即卖向右跳过来这边，那不如讲啊？这根本都无影无一件代志，伊要搁跳倒等于我嘛无位啊啦，向下院长啦，对唔？吼、哦，这是人性，咱袂怪。啊，参像我甲陈龙山先生所讲的，讲歹势。伫台湾无任何一个绿色的团体建构有成功，敢毋是？啊，若无成功，有头一个条件，
诶，大家袂使互相批评，因为你若无成功，我也无成功嘛。啊，半斤笑八两，哪有意思？大家袂使计较，大家袂使恶意批评，大家嘛袂使攻击。好，政治信仰嘛甲宗教信仰差不多同意思啦吼。你有信诶，请对阮行；无信诶，请对别人行。吼、哦，讲阮一间庙，啊，这边这神，你无神吼，然后神请你入来拜，啊，无神去别间庙拜嘛。啊，无搁退一步讲，啊，无你家去起一间庙，叫伊做宗主嘛，吼、哦，叫咱信徒去遐拜嘛，嘛会使干是？咱袂共勉强，啊，咱嘛袂共攻击，咱嘛袂共，所以你来看。咱的主席也好，咱秘书长也好，咱议长也好，咱的前辈也好吼，咱的国务大臣蔡总理，咱拢咧去共，去共打击。因为啥？因为咱是八地三十三天元的麻叶，咱知影台湾要建国的方向伫倒位，光明的前途伫倒位，光明的出口伫倒位。咱目前这个阶段到迄个光明的出口，这条路是安怎行？咱八月三十三号看得清清楚楚，咱做都袂赴完，哪有时间去批评人？你讲对不对？对。啊，搁一点呢，咱即嘛是人少代志多，所以呢，拄只下晡的时阵有咧讲，然后咱的兄弟姊妹，愿意做咱的义工、志工的，请即下食饭的时阵来登记，吼、哦。后摆咱有任何活动的时阵，有需要出来的时阵，吼、哦。请大家来共同来合作一下，哦，这是咱的额外附带话。啊，所以讲，其实今年七月十四，台北市南京东路二段台湾国际会议厅，由台湾省吴秀敏社长主办的台湾正名回顾甲检讨，啊，就有专家教授咧讲。啊，小弟等伊讲煞了，我现场看伊嘛头一个讲，我讲台湾无通道的问题，台湾敢有建国的问题？台湾要建国，这个干太大了未？若无按源头来套，你套后壁迄水水的无啊？所以，咱就要照国际法律、国际法、政治法、国际法律来着手。咱的秘书长真好。伊研究比我较独出的所在是，伊人去过美国政府，这点我无想到。啊，咱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过美国政府，可以面对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啥？一方面甲美国政府来合作，留落来无你尴尬。啊，我安尼结果，你一步一步尴尬，好无？我们就较缓慢吼。台湾人都自古以来按唔捌亲密一个国家，拢是叫管嘛吼。我给你讲讲，所以呢，咱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告美国政府，爱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啥，甲美国人合作，一步一步实践、实现咱个建国的这个理想甲目标。你讲对不对？对。过来，美国人嘛，甲你讲过呢，历史你唔捌讲过吼，有一段小小的故事。用其实啊，我以为成绩足简单。我来五六台武装直升机，十分钟甲我伊就再走去。但是，请问恁台湾人，恁准备好未 ？Are you ready？ 我甲我伊就再走，啊！你是要哪乱成一团？要内战，还是要哪？因你无做一个政府，无运作的迄个经验，无迄个准备的时阵，国家交予恁，是会听下台湾的，敢是？哦，所以咱今仔日来遮参加建国学院，上重要就啥？学做基本干部，应该有条件甲态度，你讲对不对？头先爱塑造，爱坚定咱的中心思想。第二爱服从领导。第三爱自我学习、自我要求、自我对照，咱 TCG 整个团队的脚步。以后，咱会不断在咱的电影当中发现人才。这人才呢，发现了适才适用。你的专长是伫倒一方面？
咱的总理、咱的秘书长会甲你适当的安排。啊，假使来讲，我老先生我吼，我较不在啊吼，但是阮囝袂歹咧，会使甲恁囝推荐个。好，啊若安尼总理要甲你安排的时，伊会针对恁囝的才能，甲你安排适当的。这拢是咱阿后派的，咱台湾民政的基本干部。啊，必须你有讲过啊，咱这是军政府，所以前五年免选举，第一年是适应期，后壁四年是实行期，就是执政期啦。这五年是免选，好，你历练过四五年了，你就驾轻就熟嘛。到时的时阵，是毋是台湾的事，咱足清楚。台湾整个的国家总预算税入税出偌济？咱伫伫倒位爱强，伫倒位爱开，咱的领导阶层拢有一套详细计划的。像头拄啊，秘书长讲的，其实秘书长有一挂伊咱开会时要讨论的，但是伊无讲着，我伫遮补充的。咱要进行临政改良，咱就拢东方人啊，拢 A V 底啊。吼、哦，咱要引进北欧、东欧的迄俊男美女吼、哦，来甲咱同温。啊，同温，咱有条件，咱是政府会甲奖励啊。到时咱的囡仔，大家查甫引导，查某水，大家拢想想，对不对？你讲好无？好。啊，无像我这个出去，人看无人，孙先生伫倒位，啊，看无人。吼、哦，啊，我来要跳，伫遮啦，伫遮啦。哎，伫国际上较歹看，你跳出去，甲美国人一看，哇！才袂算囝，吼、哦！后摆咧，咱个囡仔咧，查甫因头查某嘴，大家拢想想的时阵，我甲你讲，全世界对台湾人个，伊迄个眼光就不同咯。哦，迄阵全世界想要来台湾的人太侪，咱家观光的钱就赚袂了啦。哦，啊，第二就是土地政策甲主体政策。去即摆我甲你讲，我本来吼是要甲咱个中医大神哦，蔡老师我要甲建议尔吼。伊即摆已经一楼讲台风三千几万哦，啊我去建议伊紧卖啦，因为呐，咱 TCC 若涨停了吼，房地产会大波，所以伊一定是趁即摆上悬哦。哎，股票嘛是咧，你要卖在最高档啊吼，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吼。啊，总理你着较早卖咧。哦，有啦，啊，佫足侪，啊，佫教育政策啦吼，啊，佫咱的交通，啊，咱的赋税。像咱的总理嘛，讲一条真好的这个对政府对人民税收的一条足有利的，我真佩服的一个道理就是：轻税重罚，税会当让老百姓负担，会当少就尽量少。但是呢，大家老实爱老实交税，啊，若平抓着呢，那就都政府都对待你才好啊，给你再轻的税啊，啊，你搁要走税，重罚。啊，将来还佫有配合措施啦吼，咱迄个法务部长吼，咱嘛有讨论过，就是安怎讲，就是讲，咱有一挂必修的条文，讲任何人的口座内底，若来路不明的钱的时阵，第一先用公款来甲冻结，冻结了后呢，调查嘛吼，有两种结论嘛，一个是有罪，一个无罪嘛。啊，确确实实，这条钱是来源清白的，啊，你着真正趁钱。哎，咱不但双手互卖，搁付利息，安尼搁甲讲啊，对不起，哦，甲你交了。啊，你这条钱证明拢是有罪的，啊，歹势没收，充实国库。嘿嘿嘿，好、哦，第二呢，该掠去关，该拍较准，咱照常执行。啊，你是不是从上到下？从咱的主席甲咱的秘书长总理甲下属黎民百姓，大家就唔敢做歹。你有口罩，只要有来有路不明的钱，就随冻结嘛。啊，咱要搁加几条啊，即个配套的法律咯。哦，什么法律？任何人啊，借你的人头，哦，来借你钱，借你的户头吼，只要你检举哦，你会使得一半。我剩咧一半收入国库，吼、哦！啊，你若无减过，就与匪同罪哈！吼、啊！啊，你有人敢做歹无？有人敢你的人头借人用无？会使借人用啦，你会使赚钱啦。但无人敢甲你用啊啦，吼、哦，敢是？
像这拢是咱未来要治理台湾真好、真崇高的目标甲理想。啊，而且不便伊讲，因为伊老师着一期的课程无同，咱会去做搁较详细的这个来说明。啊，今仔日是来讲哦，意犹未尽，你讲了三讲三未讲未完吼。啊，不过来吃饭的时间到，今仔大家有请，多谢台，多谢。来贩卖吼，才可能270元尔，数量无济，吼，本来有印500元，但是迄、肖老师伊讲伊出钱无伊好着，伊是讲将来只一定会当吼袂太贵，伊后摆来就买袂太贵，安尼啊，所以吼，咱两个才加尔，所以大家若有迄个吼，有兴趣吼。你两边较多，因为你两边阿卖菜是安尼，甲你目前的新菜是交叉较好看嘞。哦，迄个干锅面是两边是500啦，吼，啊，两边出，两边是300，伊就看边涨就麻烦。哦，迄个请大家可以看嘛，吼、哦。